你知道人名是什么吗？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。你再讲一次。啊？冷凝，你知道冷凝是什么吗？冷凝吗？嗯。冷凝我知道啊，就是冰的时候那个水会有那个啊水珠子在上面啊。不是。不是这个吗？是蛋黄。蛋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没讲啊？他是说蛋黄啊，台语冷凝。啊我刚刚也被他骗了，我也以为是冷凝。